那三，再进。哇！张子林的天赋啊！啊，这就是美式的这种前锋。这个绝对就扣停了。我刚刚说这个球要打进肯定停，这是被扣停的。对方不仅是分差到了，情绪也到了。啊，赵继伟这三。这问题在哪？哪有运动员场场上来都是100分啊？得运动员自己要调整。又一个张镇麟来了，那青岛顶。小小，吴俊梅奥三打三，再进。哇！张镇麟的天赋啊！啊，这就是美式的这种前锋。这个绝对就扣停了。啊、我刚刚说这个球要打进肯定停，这是被扣停的。对方不仅是分差到了，情绪也到了。啊，赵继伟这三分呢，投进情绪也到了，没投进，张镇麟这一下火上浇油，哇、啊，真厉害！哇，满满的天赋，这条件太好，嚯，哇，嚯，这条件太好，哎，有一个，有一个，张镇麟是。跳是真能跳，真能跳，这有点夸张了，而且一点招都没有。哎，好球，好的，张镇麟这不光是身体素质好啊，嗯，这个传球你看看这传球意识、组织能力啊。张镇麟呢，在美国他经常是打小前锋的啊，他不完全是一个四号位队员。到了，怀伦又来了啊，传，冯明晨。哎呦呦、啊，好球，好球！又是张镇麟，又是张镇麟。还是那句话，张镇麟现在他所具备的技术，他还没有融入到辽宁队的战术体系。今天所体现出来的都是他的天赋。现在呢，我就是靠头靠抢够了啊！但是呢，这是有保证的。哎，而且尼马克他融入在整个球队里边。干扰球，干扰球！张镇麟，张镇麟，这问题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啊。要注意这个太能跳，这个时机呢要注意。大韩再给张镇麟，哦呦，天哪，哦呦，战斧！哇，我们注意看他那个起跳那个点，离篮筐的那个距离啊，是。这个我们说以前说去一下大城市铁岭啊，现在是去一下空街之城，去沈阳。再看看这个暴扣。啊，真行，这动作真行。嗯，因为你看他起跳，现在变成了这个张镇麟的扣篮秀。哎，这二打一怎么样？传吗？哟，还是扣，再把扣一个。真是当这个全明星新秀赛来打了。是。刘璐轩今天这个持球也非常多，还担当了很多组织性的任务。哇，今天辽宁这三分太吓人了。尤其是这些年轻球员，对辽宁下三分雨这事儿呢，我们也见过，但是没有见到那么频繁啊。石德帅转身，哇！最后一下没过去啊。张镇麟，再看一下啊，胳膊长有好处啊。刚才军心投入的太慢了啊。切入，被帽了。宝岛球员林庭谦去的时候啊，要注意。哎呦，这可是啊，今天这场比赛开赛前所渲染的啊，两大新人生涯首秀 ，CBA 生涯首秀。你的防守已经找不到点了。是。哎呦呦，又一个张镇麟，22分了。今天张公子起飞了。应该说是又一次起飞了，确实非常美式的打法啊。那这个小打大，看纪委，赵纪委，哎，时间不多了啊，差一点，张镇麟要攻了，被影响到了，哎呦，手硬啊！今天这大公子神了，手硬啊，神了！前面这砍了有多少分了？8分了吧？8分了，12分里头8分是他的，2个3分，一个压哨，真行。而且呢，这一个三分呢，我们说自主进攻，
完全没机会，三秒中线持球，两人夹击过掉第一个，顶着第二个投的。